英豪兄啊，头先工作人员话俾我哋听，来自全港18区嘅市民，正能量嘅市民咧实在太多，嗰、那个门口咧，金钟个方向已经逼到水泄不通，喐唔到。我哋而家呼吁大家用你嘅方法或者门口嘅斗策工作人员帮手，引导市民可以去到立法会附近，或者行去两边，由嗰个会展方向，或者响摩天轮高铁机铁站嘅方向入嚟，避免响金钟呢个方向咧，因为水泄不通，有好多朋友咧系连地铁都上唔到啦。仲有勇哥啊！大家呢如果在近海边的话呢，会见到今天还有数十条渔船都挂着我们守护香港的横幅，他们都在我们附近，我们大家一起向这些渔民朋友挥下手好吗？我们渔民朋友就是我们香港正能量的海军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好，大家呢知嘛，今天呢我们有三架呢都是叫做航拍的飞行器，所以如果大家呢向上望下，大家抬头望下上面，挥挥手，一起挥挥手，又向我们的渔船渔民朋友挥挥手。咁我哋而家暖场完啦，交返俾导演。